场 Top One 同盟的秘密就隐藏在接下来干杯的过程当中。接下来，请哥哥们每人领取一杯。每人啊，全场只有两个杯子能够紧紧的磁吸在一起，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会解开本场 Top One 的秘密。哇，好重哦！朋友们，做好准备，现在全场大干杯，来寻找那个能够吸在一起的一对杯子。吸一下，吸一下。我们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还有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！你看拔不开，拔不开啊！没有在演我吧？你们俩，我感觉你们在演我。辛苦了。谁呀、啊？有吗？真的假的？是吗？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就请两位隆重登台。哥，咱俩手挺硬啊。对呀、啊。掌声欢迎两位颁奖嘉宾。哦，颁奖嘉宾，哎，咱俩只是颁奖嘉宾。现在有请两位哥哥共同举杯，将同盟杯里面的沙粒注满火焰杯的沙盒，沙盒当中藏有 Top One 同盟两位队长的首字母，究竟哪个同盟能够合力拿下 Top One 呢？会是林志颖、胡彦斌同盟的 H， 还是王耀庆保持同盟的 WD， 又或是陈楚生、罗杰夫同盟的 CLC？ 金沙在慢慢注入，聚沙成塔。哎呀，漂亮！好，现在金沙已经全部注入，现在请你们两位一人一手。哦，拿着这个往上抽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往上抽。来，我们共同揭晓本场演唱会的结果，究竟哪个同盟能够合力拿下 Top One 呢？三二一，请揭晓！我们！好不真实，好梦幻。之前每一次都是落寞的坐在角落看别的队伍在振臂欢呼，这次我也是那个参与者，是能一起去庆祝胜利的那个人。你快放呀、啊、你倒是放呀、啊、哇，真明来第一次。真明他终于拿到了第一名，他一直都想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是特别开心，所以我也是很开心。哇哦！对于大公子，我觉得不要因为你一直输，你觉得很颓丧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有没有留下好的作品。揭晓完 Top One 同盟，马上来揭晓本场的 MVP 人选。本场 MVP 将会从本场火力值最高一曲的表演成员当中诞生，方式为该表演的所在同盟内部推选出一位成为本场的 MVP。 哦，这么来啊。好的，马上揭晓剩余两秀的最终成绩，请看大屏幕。第一次做人经验火力值890火力值，666666666，890。李九哲、张远、马小龙将会作为候选人，由你们现在所在的王耀庆、董宝石同盟全员推选一位成为本场的 MVP。 你们三，我觉得你们三个投吧，你们三个投吧，你们三个聊一下。喂喂喂啊，我就觉得我们每个哥哥都是 MVP， 然后每个都值得拿这个 MVP 的戒指啊。但是我这个 MVP，我给张远，我们给张远好不好？可以。张远，因为他张远，这个礼拜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他是 MVP。恭喜！那么，请九哲哥和小龙哥一起为张远颁发属于他的 MVP。祝贺祝贺！嘉宾终于戴上戒指了。